大家好，我是石腾。十年的时间能让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生疏，十年的岁月也能让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铁。十年的岁月，它能让一个地方变得物是人非，同样十年的时间能让一座贫穷落后的村庄换上一套美丽的衣裳。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地方，在十年前它是这样的，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。在十年前，这座村庄的面貌是这样的，都是土房子。如今当地农民都住上了小楼房，村庄的村容村貌也是越建越好。但是很多农民，年轻一代的农民都选择了外出打工，不是他们不想留在农村，而是留在农村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，或者收入是很微薄，无法支撑起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开支，外出打工也是一个无奈之举。想必大家农村老家的情况和这里是一样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